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 Masafu， 然后这次进行的是第13次的 Prototype 原型兵器游戏录制。那现在时间是2月10号的下午的3:09。那九成要开始这次的游戏录制了。那今天的话就是这个吧，开始便是结束。那今天的话算是佐森的寒假的最后一天，算是最后一天了吧，因为明天佐森就开学了。那明天的话早上干什么啊？明天的话佐森早上要去就是台北的总公司那边上一下课，然后晚上才要回去学校上课。虽然说开学了，不过第一天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事啊，都是填一些资料啊，然后领领书啊，干嘛之类的，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差。所以明天可能不会做游戏录制，可能啊，那至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。那我现在变得超帅，你看假面骑士搭配边锁。好啦，那这款游戏的话就是，就大家都知道嘛，这是一款好玩的游戏。然后这是之前有人跟我说，就是可以就是用什么特殊，哎呦呦呦，被看到了，开始。哎，那边有个发光东西耶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哦，被发现了！哦、我是个平凡人，你竟然看到我！哎，等一下，那边有个里程点数，我去那边试一下。里程点数干什么啦？我刚开一台，你就这样搞我？好吧，现在哎呦，在这边。哎，等一下，回去。干什么啦？我知道这个东西，你们要让我轰我，轰屁！闪人！飞 我死哎呀，不想理你了。你炸什么炸了？你是北七哦。哦，这样对我用那个火箭，那个火箭炮炸我，你先疯了。一定要醒了，我把你吃掉再说。好吃，补血，不能瞬间补血。那佐仓江附近的住户还在做工程哦，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敲敲打打的声音啊，干什么啦？嘿，劫机，老太婆劫机，你们喊我老阿妈劫直升机，死了吧？直升机是我的了。嗯，谁在哄我啊？妈的，你有我也有，我有火箭筒，人呢？人在哪里？啾啾啾啾啾，啾啾有一台车辆啊，这样就爆了啊，爆了！再接应一道。哎，我要踢上面的。哎，踢不到，算了，我用边锁能力，拉不到啊，拉得到我。好，人家说这个时候可以翻大绝。哎，可以直接截击了，直接飞过去了。人家说这个时候放大绝可以，就是这个黑白画面的时候可以放什么大绝之类的。我现在没有空，我先解决这些直升机再说。人在哪里？人呢？看啊，先跑再说。看人哦，捡到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来了，不要停，连续进行攻击。你几个屁啊！我就这几个东西，快躲起来！变成老阿妈都行。我只是个无辜的老阿妈，不要追着我跑，不要打我，走开走开走开！我只是跑得比较快而已。哎呀，怎么还在追着我？滚滚滚，给我滚！哦，掉出来！这个时候像个平凡人一样，我要像个平凡的老阿妈。走开！平凡的老阿妈推人，推！好啦，看一下齁，我记得我的能力冰拳爪，这是利刃。好啦，先这样子。错了，叫什么叫啊？叫叫叫，先吃掉你再说。这样子可以放什么绝招之类的吧？啊，是按一加右键吗？哦，这样子，这放大绝。或是两个键一起按，受嘎，这是大范围攻击，就可以像这样，哇，我超赚，强赚的上班族，可是这样可以补血吗？不用，
这只是本把人打废而已嘛，赚飞你们！哎，有人吐了，炸！打地板，打地板，打地板，打尸体，飞高高，飞高高。好啦，不玩了啦，我要去捡任务了。我看一下地图哦，哎，地图，地图。好吧，看看现在要解什么，开始便是结束。好吧，我们去解个这个任务吧。那一样，观众有说过，就是不喜欢看我是，就是玩一些支线任务，比较喜欢看我，比较想要看我玩那个主要的剧情任务。毕竟这款游戏的支线任务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还是走一下正常的路线就好了。毕竟这游戏同样是这样子，来，乌鸦 ，get up， 哦，杀了他，杀谁啊？走开了。一拳打死僵尸，好啦，哎呦，干什么？那最近的话，我好像刚刚上去看到有个观众跟我说什么，他喜欢我的四海兄弟二的游戏影片的录制游戏影片的啊，说蛮喜欢看的，然后跟我要了宅点，我就会请你说，因为他那个不知道怎么回复，就是变成我就是无法回复给他，就是他不会显示是我可以回复的样子。所以我只能在这边跟他讲究，就是说如果有些游戏你如果想要的话，我这边是没有宅点的、啊、要么你就去，像我是在日本桥啦，去买直接买来就玩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是不要跟我要什么宅点哦，跟你说我没有。我录游戏给你们看，不是为了让你们，就是不是让你们，不是要为了给你们宅点什么之类的。我独占是自己录爽的哈、哦。绝对不是要什么宅邸给你们这样子的、啊，话好像讲的有点难听哦，好像反正就是我这边没有宅邸啊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，就是去买咯，去买比较快啦。跟你讲，现在一个游戏片就一两千块而已，贵一点的一两千块啊，便宜的可能几百块就有了啦。像上次我听到那个谁说什么游戏已经降到只剩几百块，我就说那是二手片吧。啊，随便啦，啊，老太婆走开了，打打，暴击，好啦，不理你了，我要接任务了。按摩，你还在干嘛？现在又要干嘛？开始便是结束。好吧，这是停尸房圣保罗医院，就是这个医生会帮助我。某种变种哦，哦对哦，上次我的妹妹好像被那只抓走了，其他的 Heart 必须听他。听他的命令，所以你找到并吸收一只首领，或许会得到病毒目标所在的讯息。唯一关心的只有 Dana， 那是我妹妹。你这个妹控，原来主角是个妹控，跟鲁鲁修一样。好吧，所以我们要去吸收一个，不该在这边变身的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闪人。我这边怎么那么军？那这边怎么那么多军人？这边太多军人了。好吧，这个主角非常的喜欢他妹妹吧，毕竟他是唯一他唯一的亲人了、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去吸收一个 Heart， 然后变成他的，就是吸收，然后看能不能就是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去吸收一个 Heart。应该是练 Hunter 吧，还是练 Heart？ 应该是练 Hunter。Heart 应该是日文的飞，日文的练法。那什么东西？有东西在墙壁上面跑去的。哦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有大只的 Heart， 好啦。哦，大只的首领 Heart， 哇，白色白光，哇，真的很大只呢。所以我们要找到 Dana。是童话首领哈特，没问题，我来了，摔他，推我，他不受抓吗？啊，好痛哦，怎么那么痛？你太痛了吧？妈的，打不太过他，这只哈特怎么那么强？不愧是首领哈特，丢你，看你哈特强还是车子强？喂，哎，走开！我要吃补品，走开啦，你啊，走开啦！吸收大补包，好大补包，爽！走
开打你们这边丢你，开打，哇，这个家伙很烦呢，就跟你这样打就好了，就跟你唱干，妈的，这个印子也太大了吧，就跟你硬扒就好了，妈，我要出大学吗？哎，打，不要不要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哎。欸，他都推我就好了，我要怎么吃他啊？他不是已经红色，已经蓝色了哦。哦，还没有，我以为他还可以吃嘞。好吧，他的血好厚，我先闪远一点好了。快去打坦克车，去打坦克车，我来帮你。这车丢你，好用的车子不用吗？丢，闪。闪啊！再闪，再闪，再闪，无限闪，闪闪闪，闪远一点！不要追着我，你去打那些军人，不要追着我打，关我屁事！前面找个老师，膝盖肘击，再抓一个，再抓一个，我就不能一次吃多一点家伙吗？好吧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超级大的绝招可以拿来换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啊，不然我买这个，可是我钱不够。好吧，算了，我先用超级能力，然后换成爪爪能力。我们吃一个饼干，来了。哇哇，拎的家伙，锵锵锵锵锵锵，硬霸，我也会硬霸。啊、不是你啦，你这个超音霸的 bug 家伙，哎，吃掉吃掉，低周，哎，我的补包，我的补包没了，我的补包死掉了，该死，开了，还是我用那个能力好了，哇，真的音霸呢，插你，再插你。再插你，冲干你，你会冲干，我也会冲干，来啦，耶，他死了，他要死了，同化他，没问题，西周，看你大还是我大，哦，还推我，推屁哦，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破坏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还不掉了？呵呵呵，所以他是特别便宜就对了。什么设个陷阱？千万首领的陷阱，好吧。我先变回来，被打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找，我去找那个他的，先找一个你们来踩爆他的脸。我需要一些补品。啊，被看到了。哎，为什么我只是设个补品？我错了吗？我只是想补个血。补血。哎，僵尸也给补回来。哦，我就没有瞬间吃补品的招式吗？例如边跑边吃东西啊。悠悠满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一起按住了。感觉没用，不是这一招吗？哇、哦！我只是要吃东西，你们真他妈讨厌！你突然觉得好讨厌军人，哈哈哈哈！啊，跟这个吧，按右键加一，临界状态下，那普通就是两个键，这个爆发状态下按住两颗，因为我现在怎么放好像都是这一招而已，嗯，在那，不然就是这一招。好了，随便呢，先斩人再说。哇，很烦哎！你，就回来，吵死了。吃，斩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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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抓抓抓抓，抓个家伙来吃。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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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多人啊，好多补品，吃。
这我是已经消失完毕，所以我是这个状态下放进去的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样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按久一点哦，帅哦，呜、哦，感觉好多东西从我身体跑出来了，哈哈，我身体跑出一堆奇怪的东西，好了，不理你们了，我去找那只哈特，再补点血好了。对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只是一个平凡人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去那边，哎呦，横冲直撞的，我要去上面了。好吧，看好了，现在平凡人爬上大楼，我是这个平凡人，没错，我是平凡人，请不要，请无视我。好吧，这边要干嘛？你还在那边？哦哦哦，这现在干嘛？杀死汉儿的守卫首领 ，OK。好吧，我们先用能力，用能力比较快。来啦，你都可以硬霸，我也要硬霸，干你妈，你很鸡掰你！怎么这么胆打的家伙了？哦，来啦。闪！我不能连，不能马上闪开啊！你只要打几段呐、啊，都给你们前面乱回就好了。这补这补补好少、啊，你们补的太少了吧？哇，干什么了？妈的！我要去吃了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个大补，那是补品吧？耶，补品。这个补的很少哎、欸，那补一点点，补一点点的，跟你们补就好了。有没有一次可以补满血的东西啊？都慢慢补，慢慢补。嗯，对回血也没用了，现在战斗状态中，真的是好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哦，走开走开走开。要吃补品啦，来啦！不灵，哎，别别别！哦哦，干嘛突然冲过来？干什么了？哦，死了哈！摔你就开啦！吃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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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吸收吸收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吃一下补一下血，耶、yeah ！血要满了，这干嘛啦？来来来，过来，吸收一下，你吃。哎、欸，你在打什么东西的？啊，那只大只的家伙嘞，他去哪里了？吸引力哦，引诱他前往废墟的金石基地。哦，什么？趁着他在被攻击，并保护他避免遭到军事攻击，保持他的注意点正在。好，哎呦，干什么？突然冲过来！你要么就去打别人，要么就不要打我啊！很讨厌的。吸收，你还在那边跳来跳去，真烦。哦，对，我现在带他去哪里？对，哦。来来来来，你过来打我，换个能力好，换鞭子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走走走，来来，带小狗上路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对对对对，跟我来跟我来，哇、哦，冲太快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人呢？我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去哪里啊？引诱前往废弃的军事基地是我现在在这里，所以我带他来到这里，是吗？还是我带他来到这边？啊，那个人呢？哎、欸，哦，在这里。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
跟我来。人呢？踢你！乖乖乖乖！来啦来啦！哦，你们轰杀小啦！没看我在遛狗，关你们屁事啊！来啦，烂平民，这个不行。哎，我吃个东西而已。为什么就不能正常一点的把人家撕掉？怎么了？对你兴趣甚趣？好吧，不要我去攻击他。不来了。所以你现在到底要打谁？人呢？哦。来了，过来过来。我就不能再吃快一点吗？我就一定要慢慢把它吃掉。哎，你那个直升机在打什么了？他妈的，劫机，给我下来！妈，吵死了。嘿，直升机！哦，好多人，我不知道，爆了，三倍就爆了。补包啊，我要补包，洗好不好？哇，好烦啊！安了家回来了，我操，跑去哪里了？你在吵什么啦？吃掉你！所以他家伙在哪里啊？然后就跑去那边了。我要过去找那个家伙。来吧，来我这边。他应该不会死掉吧？哎呀，干什么？我血真的很多呢。嘻，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不是你啦，是小只的，哎，我要大只的。在哪里？怎么那么远？来来来来来，你的坦克是在打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的，吵死啊！糟了，坦克车，抢你妹！抢你的坦克车，爽！哎，被打下来了。fuck you， 烦呢。啊，戳你！犯大绝！哦，就是这样，呵呵呵，哦，好帅哦！哎，这我快挂了，干你你！哦，真烦呢，任务真的很烦呢。然后附近工厂也好烦，那边锯东西、锯东西、锯东西。其实我觉得有点难玩呢。你看，你一下要补血，你血又不够，然后补的东西又少，然后你吃一个人，你要一个动作才可以把它吃掉，然后只要你那个动作又被取消，你就不能吃了呢。真的莫名其妙啊！吸收真强，钱又不够了，烦了，来啦！哦，太快了哈！好了，我们要经过，我们经过中央公园好了，我把大家中央公园去。你吃一个家伙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要吃一个人就被打掉，打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干掉是怎样？我可以直接杀人，然后直接吃掉吗？不能啊，你杀人就不会吸收掉了，真是麻烦。你啦，军人，为什么你这样吃人方式那么帅？
我换一个能力好了，换这个。啊，那个家伙嘞，在那边干嘛了？丢你！来来来，开火个屁呀！基本上他也死不了、哦。哎，干嘛啦？我知道啦，不要你跟我讲啦，过来啦！叫什么叫？叫你妹！跟我过来，跟我过来！哦，你啥？这是笨狗，我们绕这边好了，不要经过那个居民。我用飞的，看你怎么。哎、欸，我不能飞了，对我忘记，我是用铠甲能力。我用飞的，来来来，我会飞，你不会飞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哎遛狗遛狗，哎、欸、这边右转。哎、欸、来来来来来。人呢？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你们参战个屁啦，干你们屁事哦！烂坦克车！抢车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！妈的，老阿婆乘坦克车，混蛋！哎，我来一下，你跟我来，你跟我来，你在叫什么车啦？去死啦！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来啦！冲啊！哦。来跟我来，跟我来！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！嘿，这样还蛮方便的，打招就抢一台坦克车比较快。不不知道了，来了，快打啊，兄弟！哎、欸，来来来，不是你啦，小子的！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！嘿嘿，加蛮快的，啊，回到回到，来来来来来，再来，这边，快点快点，快没了，这边这边这边，你要看地图，啊，没关系啊，绕过去就好了，快点，过来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来跟我来跟我来，是笨狗，小笨狗。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哎，我是在这边呢，我要出去了。哦，我出来了，快来！笨狗，来来来！哎，我带你回家。啊哈！人呢？人呢？来啦，这边啦，任务完成，放狗回家，然后我们要单挑吗？行动准备完毕。好吧，这边要干嘛哦？真的要单挑？要不要找人压制他？怎么压制他？可以抓他吗？推，被推开了。好吧，我换锯子能力。闪！我这个能力都不能闪。当然我不能弹刀，我只能一刀一刀砍。往后跳个屁啦！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就这样，砍，闪，哦，砍。等一下，我会这样会死，哦，丢你，哦，啊，要死要死。哦，哇！犯大绝，转怎样？我可以犯，你不能犯。
啊，食水兽就是，啊，灵骨宝太多。然后呢，任务完成就这样，很难打嘞这任务。哇，现在的时间是3:39。嗯，什么烂任务啊，妈的，怎么难呢？哦，应该玩差不多了吧？啊，现在呢，变回来再说。今晚停时间，第一只怪物。这天空是不是变红了？怎么又变红？这里好红。需要补一下血。我就不能有更快的方式可以补血吗？不行，我的进化点数都不够了，烦。嗯，金加西有没有更好一点呢？像是可以变更硬的技能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，我这不知道怎么用，随便了。空中炎技，气功波，唔知呀，进化点数都不够啊，嗯，讲什么都没用，然后是不是淡掉了？该死，好吧，淡掉了，太好了。好啦，刚才就这样淡掉了，还有刚刚那边有自动挡一下，不然我就整个就靠北了。好啦，我就看看这个任务要干嘛，然后准备收台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现在时间的话是3:42。算了，不然我这次先这样好了，这次游戏录制先这边先结束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就可以按左下的订阅喜欢，那我就先收台了。那这款这一集录制的话比较好，就是我测出那个他的那个绝招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吼，然后这边都会有一堆什么母巢之类的，那应该是可以赚取那个进化点数啊，只是我懒得去用，而且观众应该不想要看，应该是不会想要看我去用解那些东西啊。好啦，所以我这次游戏就先这样子啦，我要先收台啦，谢谢各位观赏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啦。那下一款游戏录制我再想一下要录什么啊，好吧，先这样子啊，先收台啦，下一款的话再考虑吧，呵呵，拜拜。